2007年1月7号的下午，在山东省青岛市丹山社区的一家物流公司，公司的老板张明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在当天上午7点多，一辆从广州发来的小货车卸下了一批货物。工人上班之后，开始对这批货物进行分拣，让相应的快递公司来收货，或者是按照物流单上的联系方式找货主来自提。那在这批货物当中，有一个纸箱子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这个纸箱子长大概是半米，宽大概也是半米，高大概是80厘米左右，哎，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箱子。纸箱子挺沉，上面这个发货单上写的里面装的东西呢是药品啊，药物，没有写这个具体的收货人地址，就光留了一个电话，写了收货人的名字，哎，备注了让收货人来自取来自提。那这个收货人的名字呢写的很奇怪，这名字写的叫宋的远啊，宋的远，这看起来就不像是个人名儿啊。当时大伙琢磨，有可能啊是人家不想透露这个真实姓名啊，所以就随便编了一个宋的远。这仨字儿呢也很有意思，宋就是送东西那个宋，的就是那个的地的那个的，远远近的远啊，宋的远。于是呢，这工作人员们就给这个宋的远打电话，让他过来取货啊，来自提。但是呢，没想到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对方却表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不知道有这批货。很奇怪啊，当时呢员工按照这个单子上面给的这个电话打过去，送的远嘛，那接电话的是一名女性。那这名女士在接电话之后呢也是一脸懵逼，她说自己不叫送的远，而且呢自己是内蒙古人，不在青岛啊，这个公司不是在青岛吗，是内蒙人，不在青岛啊，虽然说这个手机号啊确实是自己的号码，但是呢近期没有什么货物要收啊，从这个广州发过来的这个纸箱子不是他的，而且他在广州也没有亲戚朋友，不可能给他发东西。那这就奇怪了啊，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内蒙女士的电话，为什么他要矢口否认呢？那无奈之下呢，这个物流公司只能够是反复的和对方打电话确认，让对方再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漏了一个什么货物，但是对方始终坚持说这货物不是自己的。那反复沟通几次之后，对方明显的已经不耐烦了，电话都不接了。那这个事儿让物流公司很难办，单据上写的这收货人就是他呀，送得远，电话也是他的，但是他不认。多半天下来也没有人来这个店里取啊，这个情况是很少见的。就这样，直到当天下午，这个箱子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因为这个纸箱子嘛，在运输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有一个角呢就有那么一点点破损。到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哎，大伙突然发现，从这个破损的这个角上来看啊，这个里面渗出来了一些暗红色的液体，而且有一点奇怪的味道。那看到这个东西，员工们都害怕，琢磨着有可能是里边这个东西啊在搬运的过程当中给摔坏了，摔碎了，这万一里边装的是一些易碎品，挺贵的，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肯定是漏了，肯定坏事了，这没法跟货主交代啊。于是呢，哎，大伙商量一番之后，决定说打开这个纸箱子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这个时候是当天下午4点多，当这纸箱子被打开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怎么回事？在这一层层的报纸和衣服当中包裹着一具男性的尸体，但是这具尸体并不完整，只有人的躯干的部分。这老板张明一看也是吓坏了，赶紧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首先查看了这个物流单据。这个单据上啊，信息写的并不完整，发货日期能看到是在三天前，2007年1月4号，它的发货地点啊，始发地是广州，目的地是青岛，收货人的名字叫宋的远，发货人的姓名没有填写，啊，货物的名称写的是药品，并且还投了一份30块钱保额为10000块钱的一个物流保险。就光看这个单子，其实就有很多的疑点。首先，这个收货人的名字宋的远，这就很奇怪啊，这不是个人名啊，而且宋的远这三个字呢，也不是一次写成的，能看出来是经过修改的。原本这个收货人写的是宋德远，哪仨字？宋就是姓宋的宋，德德意双馨的德，远远近的远，是宋德远。原来写的是这个，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发货的人又把这名字给修改了，改成这个宋的远了。另外呢，这个单子上面的发货人那一栏是空的，没填啊，就写了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和收货人的手机号是一样的，同一个号码啊，这说明发货人是故意的不想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那之后警方也根据这个单子上面这号码给这个收货人这电话打过去了，但结果和之前一样，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女子说她根本就不是宋的远，并且再三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去过青岛，没有在广州的亲戚朋友，也不知道有这个货物。那通过这些迹象呢，警方初步判断了，这名内蒙古的女子，没准她还真的跟这个案子没关系，有可能是个局外人。那不过出于谨慎，警方还是向内蒙古的警方做了通报，啊，请当地警方帮助查一下这个女子的真实情况。啊，根据这个号码一查这个人信息，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啊，这名女子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确实都在内蒙古当地，没有离开过。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那工作生活等等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当中也没有在青岛和广州的，也从来没有说和这两个城市的人有过交集，有过联系，这是都没有的。那么通过这些情况，基本上也可以认定这名女子和案子应该是没关系的。啊，这个物流单据上所有信息查完了，没有什么线索，警方又开始对这个纸箱子和死者的尸体展开工作。首先是尸体，通过法医的初步鉴定，死者的年龄应该是在50岁左右，死亡的时间在3到5天。啊，不过因为这个尸体并不完整，刚说了，这里面装的只有尸体的躯干的部分，所以说其他的有关死者的信息目前还无法确定，里面只有躯干嘛，也没有头，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子，没有其他特征。那除了尸体之外，需要说的是在这个纸箱里面还有一些杂物，当然大部分是用来包裹尸体的，有几张广州的报纸，有2件女性的上衣，有一张床单，还有一张扑克牌，这张扑克牌是一张大王，另外还有一个椰树牌香烟的烟盒和一个打火机。那这个报纸和床单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应该是用来包尸体的，还能说得过去，但是这个扑克牌、烟盒、打火机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这纸箱里呢？是凶手无意间夹带进去的，还是故意为之呢？很奇怪。而且再有一个，这死者刚也说了是个男性，为什么里面还有2件女性的上衣呢？这衣服是谁的，有什么用意呢？所以说到现在啊，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查，这疑问就出现的太多了。所以当时警方决定先去一趟这个纸箱子的发货地广州，因为广州目前来看很有可能就是案发的所在地。
根据物流公司提供的消息，这个纸箱的发货地是广州，来自广州市白云区的一个物流公司。1月8号上午11点，青岛警方刚刚赶到广州，刚下飞机，午饭都没吃，就火速来到了这家物流公司。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警方要尽快找到发货当天的监控视频。因为当时距离发货已经过去四天了，这个监控录像很有可能已经被自动覆盖了，所以说马上就过来了。果不其然，当警方找到这个物流公司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的时候，负责人的一番话让警方是出了一身冷汗。这负责人说，幸亏你们赶紧就过来了，如果你们再晚两个小时，这监控拍的新视频就会把原来的旧视频自动覆盖掉，发货那天的视频就会被自动删除。之后的事实也证明，正是因为警方及时赶到广州，获取了这段珍贵的监控视频，才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如果说当时晚了这两个小时，没有这段视频，那这个案子估计就破不了了。那通过这一段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在1月4号的晚上6点半左右，有一个身高大概1米7左右，体型中等，上身穿着一件红褐色立领上衣，手里拿着一副墨镜的一个中年男子，进入了这家物流公司办理货物托运，托运的正是那个纸箱子。那办理完毕之后，这名男子离开了物流公司。这条线索非常重要，警方拿着那张货运单和监控视频，对物流公司里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特别是4号傍晚值班的。但是呢，非常可惜，因为每天办理托运的人太多了，所以说没有人对这个发货人有太深的印象，他们只记得这个人当时好像是挺着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天晚上这个人来办这货物托运的时候，首先进门他是问能不能发一件药品到上海。当时这个值班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发，但是呢没车了，要等两天才能再发货。那这个人当时听了之后说不行，这样能不能往青岛发呀？这工作人员一听说不发上海了，发青岛，一查他们的记录，发青岛可以，当天晚上就有车。于是呢这名男子马上就办理了这个托运业务，要把这个箱子发到青岛。另外他还特地嘱咐给这个货物买30块的保险，保额是10000的。那么从这个信息来看的话，这名男子他很有可能是为了抛尸随机发货起初想发上海，但是得知当天没车，又马上改主意发的青岛，青岛当天有车他就发了。如果说真的有收货人的话，他是不可能发的这么随意的，而且他着急发肯定也是为了防止里面的尸体腐烂变质被人们发现。不过呢，在这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纸箱当中，咱刚说了只有尸体的一部分，只有躯干部分，那么这也就表示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尸体部分用同样的方式被发到了别的地方。当时警方就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根据这名男子的发货时间，警方又联系到了这个物流公司所在的一个工业园区联系到了这个园区的负责人，调取了4号当天这整个工业园内的所有监控视频因为这个园区它是专门的一个物流园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物流公司，发货都来这儿。那么既然这名男子只在这一家公司发了一部分尸体，那么其他的部分的尸体他很有可能是选择了其他的物流公司。于是警方开始查整个园区的所有监控，最后反复排查之后，终于找到了这个男子当时进入园区的视频。
那通过这段视频能看到，在4号当天傍晚6点15分，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这个物流公司的门口，车上下来了一名男子。需要注意的是，这名男子一开始从车上搬下来了3个纸箱子，然后抱着其中一个走进了这家物流公司，然后把这箱子发到了青岛。大约15分钟之后发完了，他出来，出来之后抱着另外2个纸箱子继续往前走。不过再之后他去了哪儿，监控没拍到，超出范围了。那么通过这段视频可以推测，其他2个箱子里面应该是尸体的其他部分。那么他带着这2个箱子去了哪儿？去哪个公司发货了？啊，通过这个监控视频最后的这个影像能看到，他带着2个箱子走的方向不是园区大门的方向，而是其他的物流公司的方向。那么也就是说呢，警方的推测是正确的，另外2部分尸体很可能也是用物流发到了其他地方。但他是通过哪家公司发的，又都发到了什么地方呢？这个就太难找了。因为这个物流产业园它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这个园区之内的物流公司就有200多家。即便说根据这个男子他最后行走的方向缩小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区域当中少说也有100家公司。但是眼下呢又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警方只能说对着这个100来家物流公司挨个排查走访。但是走访排查的难度呢超乎想象。首先来说，有不少物流公司呢都是这个公认倒班啊，这一班的员工他不知道上一班的员工接待了什么人什么货。而且有一些小的公司对发货记录的管理是比较混乱的，有的甚至连这个发货记录都没有。还有一些呢这个没有安监控，看不到当天的影像，或者是安了监控监控坏了，这情况很多见。那么这些因素就直接导致这个排查的难度几何式上升。警方这面呢也没治，只能够采取最笨的办法，有发货记录的挨个看这个发货记录，看里面有没有可疑的，有没有这个叫送得远的这个收货人。要是没有发货记录的，就把这个当天值班的这个员工叫过来挨个问。后来几经周折之后，查了好长时间，终于在一家物流公司的这个发货记录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4号晚上发的，收货人叫宋德远。那这个是宋德远，宋就是姓宋的宋，德德意双馨的德，远远近的远。那所以说很明显，这个是宋德远，往青岛那个是宋的远，很相似啊，谐音啊。而且看看这2个单据，那人写字那个笔迹也是非常相似的。另外这个宋德远的联系方式和发的青岛那个宋德远的电话也是一模一样，同一个号。所以说没错了，这肯定是同一个人发的，是那男子发的。那再后来警方呢也是挨个查，又在第3家物流公司找到了另一个可疑的一个记录。这个收货人也是宋德远，笔迹电话等等也都一模一样，所以说可以确定这是第3个箱子的这个发货记录。那么至此这3个箱子它的发货记录全部找到了，他们的发货时间分别都是在1月4号啊，一个是傍晚6点半，一个是7点，一个是8点。由此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发货人很机智，他故意的隔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才发这个箱子。发货的这个地点呢也分散在3家物流公司，而且是向3个不同的城市发出了这3个纸箱子。这3个目的地城市分别是青岛，再一个是江阴，还一个是北京。收货人的电话都是同一个电话。
那得知这个消息，警方赶紧根据这另外两个物流单据联系其他两个公司。一问北京那边那个分公司，这箱子已经收到了，也是没有人认领。那个到江阴的箱子还没到呢，还在半路上呢。于是警方呢赶紧联系相关部门，把这个箱子半路截获。那之后对北京和江阴这俩箱子全都开箱检查，一看确实这是这个尸体的其他两个部分，这仨箱子三个部分拼一块可以出来一个完整的尸体。那么到这儿，这死者的尸体碎块终于是全部找到了。那下一步就得根据这个尸体的样貌啊等等其他信息来确认尸源，进一步的再寻找凶手。尽管现在找到了死者的全部尸体碎块，但是死者是谁，他生前跟哪些人交往过，又为什么遇害，这仍然是一个谜。而且从目前来看，这起案子涉及到青岛、北京、张家港、广州四个地方，确认死者的身份是极为困难的。为什么这么说？通常情况下，这类案子确认尸源都用什么办法呢？大伙儿应该都能想到，就是对比当地的失踪人员记录。但是这起案子它跨越的地区太广了，而且涉及到两个非常大的城市，一个北京，一个广州。尤其是广州啊，因为目前来看广州应该是案发所在地。但是广州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外来人口数量非常巨大，人员流动性非常强的城市，很多在这儿的打工仔常年不回家，甚至都不跟家里边联系，即便说家里人发现这人失踪了报案了，也极有可能是在其他城市报案的啊。基本上发现哎呦孩子打工失踪了，都是在老家自己家报案。所以说对比当地的失踪人员记录来确认死者身份，这个办法几乎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法找。于是警方只能够把视线重新放回到这三个箱子上，对箱子里面的所有物品做了清查。首先是那些报纸，这些报纸能看到是出版于07年12月30号的报纸，就是在案发之前的一段时间。于是警方马上就找到这个对应的报社啊，了解了一下这个报纸它发行的区域，因为如果说它的发行区域相对集中的话，那么就可以缩小这个排查范围了。哎，但是呢非常遗憾，这份报纸发行量非常大，覆盖的区域呢也特别广，那这个区域一广就很难集中了，没法找一些合适的线索。那再看那个烟盒，烟盒前面说了是一个椰树牌香烟的烟盒，这个烟呢也非常尴尬，因为这个椰树牌香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一种烟了，比较便宜，单盒大概是三块钱左右。那如果说这个烟盒是无意当中夹带进去的，或者说是死者身上的，那么从这个价格来推测的话呢，无论说是死者的还是凶手的，这个人他都很有可能是在广州的一个普通的务工人员，所以说才抽这种比较大众的比较便宜的烟。但是仅仅这条信息也不足以把这个范围缩得非常小。那再一个比较可疑的就是那里边那个打火机了啊，这个本来以为是最有用的一个线索，因为这个打火机上呢它印着几个字儿，印的是金满玉叶广州月垦路，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打火机是这字上印的这个商店卖的。于是警方赶紧到这月垦路就找到了这个商店，然后呢拿着这个死者的那个照片让店主认，但是人家认不出来，那毕竟这商店啊每天客流非常大，那店主早就忘了，那所以说打火机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至少呢，从这个打火机这个情况来看啊，无论说这打火机是死者的还是凶手的，基本上都能够确定这个人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岳肯路所在的广州市天河区，在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划小了一点，但是呢也仅限于此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关于尸源的线索，所以说三个箱子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了。不过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呢，对于这个发快递的那个可疑男子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那当时监控视频拍的时候，他拍到这个男子是坐出租车来到物流园区的，所以警方当时认为可以从这个出租车入手，那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呢，比较尴尬的是，因为当时这个摄像头它距离很远，所以说这个录像上看不清这车牌号，只能够看出来啊是一辆浅蓝色的起亚轿车。但是这么大的广州，蓝色的起亚轿车多了去了，找这一辆那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警方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这出租车上都有那个车顶灯，那在这个车顶灯上呢，一般都会印着他所在的这个出租车公司的名字，那从监控视频上来看，这辆出租车也不例外，他也有这个车顶灯。所以当时警方就想，可以先通过这个车顶灯来锁定这辆车是属于哪一家这个公司，把这范围先缩小，然后呢在这公司里边再挨个排查，这工作量就少了很多。于是警方赶紧看这个录像，看这个车属于什么公司啊。但是录像一打开一瞅，傻眼了，因为这个摄像头比较远嘛，所以说这车顶灯上写的是什么字儿看不清楚，那这就有点尴尬了。不过呢，好在虽然说啊这字儿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它是四个字儿，而且是红字儿啊，印的是红字儿，所以说就可以先找一下广州当地的出租车公司里面有哪些公司名字是四个字儿啊，先初步的缩小一下范围。哎，很快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找这个相关的公司，就发现当地呀，四个字儿的这个出租车公司还真的不多啊，这是一个好消息。而且进一步再筛呢，名字是四个字儿，而且车顶灯用的是红字儿的更少了。那最终筛来筛去，他们确定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出租车车顶灯上都是用红字写的天湖统一啊，只有这一家公司是符合条件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只要找到这家出租车公司，就能够顺着线索找到凶手了。哎，这好消息可以说是接二连三。警方在联系到这家出租车公司之后，哎，出租车公司帮着查，发现这家公司总共有这个符合条件的起亚轿车有297辆，这个数就不多了。进一步查发现4号当天下午的这个行驶记录当中，只有2辆车先后在当天下午6点多去过这个白云区的这个物流园区，也就是这个发货的公司所在地。然后这2名司机就被叫来了，叫来之后一问，其中一辆车没有进入到物流园区内，只在这个路过的门口把乘客放下了，而且乘客呢也没有带这个大纸箱子，这个直接排除。那另一辆出租车呢，进入到了园区里面，而且车上的乘客带了3个纸箱子，可以锁定就是这辆车了。那么至此，距离凶手又近了一步。找到了司机，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根据这个司机的回忆，
在4号当天下午5点半，当时他在广州原港村的一个老小区搭乘了两名乘客，需要注意是两名乘客，当时是一名女子拦的车，然后有一名男子搬来了3个箱子，把这箱子放到后备箱，然后两人上车，表示说要去白云区沙泰路的那个物流园。这两名乘客其中这个男乘客大概是30来岁，身高大概1米75左右，体型中等啊，这个特征和监控上看到的那个发快递的那个男子是符合的。这女乘客看上去大概是40来岁左右，身高不高，不到1米6，有点微胖啊，这是他们的外貌特征。那这两个人看上去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乘车过程当中俩人话不多。另外需要说的是这个男乘客啊，司机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这个男乘客呢全程戴着一副墨镜，但当时天色已晚，而且光线都比较昏暗，戴墨镜啊也就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了。那再说女乘客，这女乘客呢哎，好像对这广州的环境道路什么的比较熟悉，一直让司机走一些小路啊，不过这个小路确实也更近。说当时到了这个物流园区之后，这女的首先下来了啊，在这个物流园外面提前下车了，所以说当时监控上没有拍到这个女的。这个男的呢是跟着车进到了园区里面，停在了那个物流公司门口，付了车费，把这三个箱子搬下来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因为司机的这段描述说了这个女乘客是提前下来了，所以警方又调取了这物流园外面的监控，哎，最终根据监控就找到了那名女子的一个监控片段，大概的就截取到了这个女性乘客她的一个大概的样貌。所以这下就好办了，这个男子的样貌始终都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现在有这个女子的了也是一样的。于是警方就根据司机提供的这俩人当时上车的地方，就找到了这个老小区，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小区展开地毯式的秘密排查。最终在连续两轮排查之后，有一个这个小区的居民就向警方反映说，他住的这栋楼的6楼租住的有一个女子，这个人的体态样貌和这个监控视频当中的这个女子非常像啊，不过他对这个人的信息了解的比较少，就光知道这个人姓方，其他情况一概不知了啊。唯一记住的一点就是说他发现啊经常有男的来家里找他。那无论如何现在好歹知道这个可疑女子她的居住的地址了啊，于是警方赶紧上楼敲门，马上就把这个女子给控制起来了。那之后呢，警方搜查她的家里面，后来果然在这个卫生间里提取到了一些人体组织的残留，还有很多血迹。那这个血迹后来经过鉴定就是死者的。那现在可以说证据确凿了，这名女子也没怎么抵抗，就把这个作案经过给交代了。说这名女子叫方燕，她是1967年生人，跟她一起作案的那个男子叫陈涛，这陈涛是她的情人，那后来也被警方捉拿归案了。那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从头来说一说。说是在2002年，方燕的丈夫送方燕来广州打工啊，把方燕安顿在了这个出租房之后呢，她丈夫就回老家了，那方燕一个人就在广州留下了。再说这个死者，这死者叫李建宝，李建宝呢是1957年生人，比方燕大10岁。这李建宝呢他在广州打工已经10多年了，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经营，有一些积蓄，是比较有钱的一个人了。之后啊，来广州4年之后，在06年年初的时候，
方燕和李建宝就认识了。这俩人认识之后，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人的关系。但是啊，这俩人成了情人之后，刚刚过了两三个月，06年的三月份，这方燕又认识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另一个作案的人，叫陈涛。那这个陈涛呢，是75年生人，比方燕小，相对来讲是小鲜肉了。而且这陈涛呢，颜值也比较高，在一个物流公司上班，工作也不错。所以说呢，哎，这个陈涛马上就把方燕给吸引住了。那一来二去，方燕呢跟他勾搭在一起了，也成了情人了。并且方燕和陈涛在06年年底开始同居。那么从此之后，方燕就开始刻意的疏远他的上一个情人李建宝。那李建宝肯定不高兴啊，他就经常联系方燕，希望方燕能够回心转意，但是呢都被拒绝了。那对此李建宝非常生气。那么在07年1月4号的早上，李建宝又一次给方燕打电话，啊，说这个这么长时间我给你花了这么多钱，现在你跟我分了，你得把钱还给我。啊，打了一个这么的电话，啊，说要给钱，并且表示马上我就到你家里边来。可是当时呢，陈涛正在方燕家里，于是呢，当时在接到电话之后，方燕就让陈涛先去卫生间里面去躲一会儿。哎，陈涛就去了。然后过一会儿，李建宝来了，但是开门之后呢，这俩人没聊几句，那方燕就跟他吵起来了，而且俩人还开始打起来了。在这个打斗过程当中，方燕就想拿电话报警，这李建宝不让他报，就把这个手机抢过来，而且还把方燕的手指头咬伤了。没，方燕一看你还咬我，很生气，恼怒之下呢，就把这个李建宝压到沙发上了。那与此同时，陈涛不是在卫生间吗？他听到这客厅里边打斗的声音，他就冲出卫生间。出来之后发现方燕正在把这个李建宝压在沙发上，因为李建宝他是比较瘦弱，给压在沙发上了，并且看到呢，方燕正好摁住了李建宝的脖子，把他死死控制住了。那么看到这个情形，陈涛赶紧冲过来跟方燕合力就把李建宝给掐死了，就这样把人给杀了。杀人之后就赶紧把这尸体抬到了一个大纸箱子里面，准备一会儿没事了扔到这个附近的山上就完事了。哎，当时俩人就这样把尸体放到这大纸箱子里面了，然后跟没事人一样下楼找地方吃饭去了。那么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俩人就想，如果说把这么大的一个箱子抬出来扔出去扔到山上，这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行。所以俩人后来商量分几个箱子分散出去扔，然后他们买了更多的箱子，买了更多的编织袋，回到家里，然后把这个李建宝的尸体分尸之后装到了三个纸箱子里面，并且又把这个什么衣服啊报纸啊放进去了，包裹尸体。但是呢，因为俩人都是头一次作案啊，很紧张，匆忙之中把什么烟盒啊打火机啊扑克牌啊也都给带进去了。那这个陈涛呢，前面说了是在物流公司上班啊，他比较熟悉这个包裹的这个邮寄的流程，他知道这中间不会被人发现，所以说他们就决定用一个这个匿名的方式编造一个收货人，把这三个箱子都发到外地，这样的话箱子往外一发，没有人知道发货人是谁，尸体就算说被人发现了也不会查到他们身上。于是他们把这仨箱子打包好，就打了一辆出租车运到了白云区的那个物流园区，然后分三家物流公司把这三个箱子给发到了三个不同的城市。那么在这需要额外说明的是，这个收货人的名字啊是陈涛当时随口编的，因为他是希望说这箱子送得越远越好，所以说写的是送得远，
啊。至于说这宋德远也是一样的啊，就是留了一个谐音，没有什么别的用意了。另外这个收货人的手机号啊，可能大伙儿会好奇为什么打过去是那个内蒙的那个女子。这个呢，陈涛后来表示说只是在网上哎随便搜了一个号码给放上去了啊。当时他想，如果说随意编的话，这号码可能打不通，没准说当时记的时候会被怀疑啊什么的，他就专门搜了一个真正的号码放上去了。然后呢，还给这个货都投了这个物流保险，也是纯粹的是为了不引起怀疑啊。所以说这起案子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最终呢，鉴于这个案件发生的第一现场是在广州，所以这个案子后来就转到了广州。在2008年5月9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方燕因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陈涛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俩人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结局。那这起案子呢，其实说它并不复杂啊，只不过是它这个抛尸的方式啊确实是比较新颖。但总归来讲，这一切的导火索呢还是在这个方燕自己身上。一个人只身在广州，丈夫不在啊，开始乱搞男女关系，竟然还把人给弄死了。这个死缓2年的惩罚，无论说是对于他杀人还是对于他情感的不忠，于情于理只能说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说这个惩罚对他来讲还算是轻的。咱们这期节目说的这案子呀，发生在2008年9月份，让咱们国人无比自豪啊，震撼全世界的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大伙呢还沉浸在那种喜悦的氛围之中。咱们说的这案子发生在广东省兴宁市龙塘村。九月份一天早上，这龙塘村的吴先生啊，接着一电话，是朋友打来的，说你快过来吧，你爸出事了，就在他开的小卖部里面。这吴先生接到电话之后，赶紧来到了小卖部，就看见自己的父亲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赶紧的把父亲扶起来，不停的在那喊着，爸爸怎么了，醒醒啊，是哪难受吗？可甭管怎么喊，这老爷子呢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候吴先生啊把手指就靠近了父亲的鼻孔，这时候才发现父亲呢早就没有呼吸了。吴先生急的呀，赶紧给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没多久，大伙呼啦超的就都赶到这儿了。看完现场之后啊，亲友们都觉得老人的死是一个意外。因为老人家呀已经60多了，虽然年岁不大，但毕竟也不是年轻人了。并且这老吴呢身体不是特别好，前几年还做过一次大手术，动完手术以后身体状况就更不行了。当时呢亲友们一看这老吴头上有血，小卖部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呀，很多东西都打翻在地了。大伙就在那琢磨着，这是不是老人家突然犯病，结果摔到地上，头也撞到地上，这才摔死了呀。大伙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吴先生也好还是其他家人也好啊，就决定立刻给老人料理后事，让老人呢早点入土为安。大伙给这老吴整理遗体的时候啊，这吴先生的叔叔也就老吴的弟弟发现不对劲儿了。他呢把吴先生叫过来，我说你爸这死不对劲儿啊，啊，要是你爸是自己摔倒的，为什么你看这头皮上有明显被棍子打过的痕迹呢？吴先生啊之前没注意，听叔叔这么一说，
仔细这么一看，也是大吃一惊。哎呦，难道说我父亲是被人害死的？这时候也甭料理后事了，赶紧报警吧。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法医经过初步的尸检，确认这老吴并不是死于意外，而是被人用钝器击打致死。这个小卖部啊，就是吴先生开的。老吴呢，60多了，平时也没事儿，别的体力活也干不了，身体条件也不允许，反正就帮儿子看看店儿呗。这老吴呢，平时跟村里边的人呢，也没结过仇，没结过怨的。那么到底是谁残忍的对一个60多的老人下毒手呢？警方啊，立刻展开调查。但是因为之前亲友们不都准备给老人料理后事了吗？大伙进进出出的，现场很多线索、痕迹物证都被破坏了。更糟糕的是啊，大伙呢已经把这超市给重新收拾打扫了一遍，地上的血迹呢也拿水给冲走了。得亏啊，在冰柜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警方呢发现了一枚血指纹，看上去应该是凶手不小心留下来的。吴先生呢也清点了小卖部那收银柜的现金，发现少了100多块钱，看来啊是被凶手拿走了。但是他们家开的是那种小超市、小卖部，没有摄像头，案发的时候呢也没有目击证人，所以除了这血指纹还有那100多块钱丢了之外，警方没有其他的线索了。难道凶手作案动机就是为了钱？不过为了100来块钱就杀人，怎么说，哎呀，怎么有点牵强。警方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当时啊应该是老人一个人在小卖部呢，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店里，用铁棍子把老人打倒在地，目标就是收银柜里的现金，但他也没想到里边就那么点钱，把这收银柜现金抢走之后逃之夭夭。由于这小卖部就是村子里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卖部，那么凶手很可能就是附近的人，于是警方啊就采集了同村还有邻村4000多名啊适龄人员的指纹，这对比工作那是海量的呀。但即使工作量再大，你该查也得查呀，可比来比去没有任何的收获。这案子呀尽管每年都在侦查，但是始终没有眉目。一转眼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0年过去了，就到了2018年9月份。警方这一次呢依然像往年一样把那血指纹上传到数据库来进行比对，这次还真比上了。那么这血指纹是谁的呢？这个人呢叫吴文。出乎警方意料的是，吴文只有24岁，也就是说10年前如果那起案子是他做的，那他当时只有14岁，还是未成年呢。不过咱们之前也说过不少未成年犯罪案件，对吧？年纪小你不代表他不会犯罪呀。况且这个吴文跟这老吴是一个村子的，那么他就有着很大的嫌疑。于是警方决定先控制住吴文。被抓捕的时候啊，这吴文很淡定。你们干什么呀？我要没犯法抓我干什么呀？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你们是警察，也不能乱抓人呐。他还挺横，看见这吴文这么冷静啊，感觉自己是很坦然的那个样子，警方当时都有点嘀咕，咱是不是抓错人了？但再一合计，这指纹对比，那错误的概率太低太低了。最终啊，把这吴文带回公安局，对他进行了讯问，又派出了心理学专家耐心的
跟这吴文沟通，最终吴文承认了当年的犯罪事实。吴文说呀，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跟他一起作案的，也是同村的啊，叫吴良。警方得到消息之后，很快把这吴良也抓捕归案了。那么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十年之前，俩人都是14岁，是初中生，同学，又是一个村的，经常约在一块玩。俩人呢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就喜欢玩点什么网络游戏什么的。父母啊忙于工作，得养家糊口啊，所以啊也就没怎么管孩子。这俩人没人管的这种状态下长起来的，您想吧，那胆子是要多大有多大，甚至经常在村子里边干点小偷小摸的勾当，没零花钱了，没钱上网了，那就偷去呗。案发那天晚上啊，俩人呢是在家里边玩游戏呢，玩饿了之后找不着吃的，这可怎么办呢？咱们出去找点东西去吧。出门以后，那吴良就想起来，哎，对了，小文，那超市不就那老吴一个人看着店吗？咱去他那儿要点东西呗。俩人就到了超市了。进去之后，别看身上没钱，嘿，跟大款儿似的，啤酒、饮料、零食拿了一大堆啊！14岁的孩子呀，上着学呢，没事就喝酒，把这些东西都放冰柜上，然后问老吴能不能赊账啊？这老吴呢，拒绝这俩人了，因为他也知道这俩孩子呀，嘿，不是什么好小孩，你给他们赊了账，放心吧。后边绝对没人顶这账。老吴平时啊也不喜欢这俩，跟他们说话呢也就挺不好听，没钱就别买东西。可能是老吴这语气啊重了一点儿，这俩小伙子就感觉，哎，这老头看不起我们啊，跟这老吴呢就吵起来了。冲动之下，吴良拿出来了平时就随身带着的棍棒，一下子就打在了老人的头上。随后俩人把收银台那柜子一打开，看有100多现金，都揣起来拿走了。几天之后，警方不是在村里采集指纹吗？因为他们俩年纪太小了，警方也没想到上初中的孩子就杀人呢，所以就没有采集，俩人这才侥幸逃脱了。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啊，吴良和吴文也慢慢快把这事儿给忘了。警方刚找上门的时候，吴文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所以一脸淡定。那时候他真的是坦然啊，我就是没犯事啊，你们凭什么抓我呀？至此，这案件终于是真相大白。而让吴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当年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竟然是同村的两个未成年呐。行了，这个案子呀就给您讲到这儿，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今天咱们的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叫做阿伯丁的小镇。说在2000年2月19号这一天，有一个名叫约翰·普莱斯的44岁的男子被发现在家中惨遭杀害。他的死状非常凄惨，尸体被剥皮分尸，而且被砍的是残缺不全，甚至他身上的好几个部位都被凶手砍下来切成肉丁给做成了菜，实在是令人发指。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做下这一切的他正是死者约翰的妻子，名叫凯瑟琳·纳特。说凯瑟琳·纳特，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女人，在当地她被人们称作是女版汉尼拔。那么凯瑟琳她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法杀害并且肢解自己的丈夫呢？警方首先对这两个人的婚姻状况展开了调查。首先，这个死者约翰，其实呢，他原本是离异状态，
他和前妻有三个孩子，后来和前妻离婚之后呢，最小的孩子判给了前妻，其他两个孩子跟着约翰住在阿布丁小镇。那么在几年之前，这约翰就认识了凯瑟琳，这俩人呢当时是一见钟情。那尽管说当时有很多人都劝约翰不让他跟这凯瑟琳在一起，但是当时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当时他也根本不知道这凯瑟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毕竟她隐藏得太深了。而且说来也巧，这两个人的感情经历呢还挺相似，这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更近了。这凯瑟琳跟约翰一样，她之前也离过婚，也生过三个孩子，而且这凯瑟琳的每一段婚姻呢也都是非常不愉快的。这凯瑟琳呢之前啊，她有两个前夫，这俩前夫一个叫大卫·凯利特，一个叫大卫·桑德斯。一开始这凯瑟琳刚跟约翰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前面也说了，其实有不少人都劝这个约翰啊，让他别跟这凯瑟琳在一块儿，因为有些人呢他是知道这个凯瑟琳的啊，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女人啊，暴力成性，她的前两任老公都差点被她杀了。大伙呢都在告诫约翰让他远离凯瑟琳，但是约翰当时他不相信啊，心想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而且长得这么可爱这么好看，她怎么可能暴力成性呢？而且自己的孩子也都很喜欢凯瑟琳，所以约翰当时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温柔的女人，根本不存在什么暴力方面的问题。其实不光是约翰这么想，凯瑟琳的前两任丈夫一开始也都是这么想的，甚至连警方也一度这么认为。但是最后他们都发现，原来自己都被凯瑟琳的苦肉计给欺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咱们先来讲讲凯瑟琳和她的前两任丈夫之间的故事。咱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先来说说凯瑟琳的第一段感情。她的第一任丈夫名叫大卫·凯利特。其实这俩人一开始呢，他们的婚姻生活确实还不错。在结婚之前的那段时间当中，凯瑟琳对这个凯利特呢也是十分的照顾，每天主动起来做早餐，然后早餐做好了再把凯利特叫起床，可以说呢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感觉非常美好。但是这样的甜蜜的时光并没有过太长时间，这凯瑟琳就开始原形毕露了。比如说在1974年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当晚，在这天晚上凯利特竟然差点被这凯瑟琳给勒死。而这原因更加的荒唐，因为凯利特只和凯瑟琳做了三次就睡着了，凯瑟琳没有满足他不愿意，所以生气的就想把这凯利特给勒死。那很多人对这个事都无法理解，感觉这个女人这是多强势啊，一晚上三次都满足不了她，还要因为这个事把丈夫给掐死，何况这还是新婚丈夫。您别说，这都不算什么，结婚之后这凯瑟琳开始彻底现原形了。有一次啊，这丈夫凯利特去参加了一个飞镖比赛，决赛当天晚上赛程比较长，他很晚才回家，而且呢凯利特很幸运还拿了一个冠军呢。那等到比赛结束，凯利特拿着奖杯高兴地回到家来，要和妻子分享自己战果的时候，却没想到他刚一开门，发现凯瑟琳拿着平底锅正站在家门口呢。看见他回来了，二话不说拿起平底锅狠狠地就砸向了凯利特的后脑勺，这凯利特当场就被打晕在地。然而这凯瑟琳根本就没有要停手的意思，挥舞着平底锅继续对倒在地上的丈夫展开毒打。这凯利特打来打去被打醒了，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赶紧逃了出来，最后倒在了邻居的家门前，这终于算是得救了。
后来经过医院检查，他的头骨严重骨折，身上有很多处淤青。后来在医院养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出院回家了，可是一进家门，他发现自己的衣服和鞋子都被凯瑟琳给烧掉了。这委屈的凯利特没办法，只能报警了。警方到场之后，很快把这情况就查明了，当场就要起诉凯瑟琳。但在这个时候，这凯瑟琳露出了狡猾的一面。面对警方的起诉，他表现的是无辜又可怜，并且坚持说那天晚上其实两口子都喝了酒了，喝得有点多，因为某些误会才导致大打出手的，本来没什么事儿。那在凯瑟琳的这番花言巧语之下呢，警方还竟然就相信了。毕竟警方也认为这么一个女性看起来又柔弱又美丽又漂亮，她应该不太会追着一个健壮的成年男子满屋子打，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于是警方就放弃了起诉。这件事呢，虽然说没有起诉凯瑟琳，但是凯瑟琳不但说没有因此改改自己的火爆脾气，反而之后变得是更加的厉害，变本加厉。但凡是有点不顺心了，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大打出手，不管对谁。1976年5月份，这是俩人结婚两年以后了，在这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孩叫梅丽莎，也出生了。但当时呢，丈夫凯利特，他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这么一个媳妇儿，占有欲空前强烈，暴力行为空前严重，实在是受不了。于是呢，有一天，这凯利特就从阿伯丁他们的家里搬到了他自己的老家，另一个小镇叫昆士兰，啊，打算借此逃离这凯瑟琳的魔爪。但没成想，你自己是跑了，那孩子可遭殃了。孩子刚几个月大，那自此他就成了凯瑟琳的出气筒了。就在丈夫离开的第二天，这凯瑟琳正推着婴儿车在大街上遛弯呢，一边遛弯呢一边无聊就想这个事儿，一想丈夫走了，她是越想越生气啊。得，最后呢心里一上火，手上着急啊，就开始发疯似的把这婴儿车来回猛烈的咣当咣当的乱撞，推来推去。好家伙，外人一看发疯了似的。这旁边路人一看啊，担心这小孩的安全，就赶紧报警了。哎，然后警察赶紧过来一看，不行啊，这样的妈妈对孩子有可能造成伤害，于是呢就把他关到了塔姆沃斯的圣埃尔默医院。在医院一检查，发现这凯瑟琳呢患有产后抑郁症，后来进行了长达几周的住院治疗。但是呢，咱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这些治疗对这个已经烂到根儿的凯瑟琳来说，其实根本没什么用。出院以后，凯瑟琳面对当前的这情况呢更生气了，可以说是变本加厉。甚至有一次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把女儿梅丽莎放在了火车的铁轨上，然后人就走了，等着这火车过来把女儿给碾死。万幸的是，后来有一个好心的男子路过，在这列车经过的几分钟之前听到这孩子哭声了，赶紧把孩子抱出来了。但这个时候凯瑟琳早就逃之夭夭，不见踪影了。你说这当妈的有这个样的吗？独自逃回家的凯瑟琳又一次想到了离开自己的丈夫，还是生气，越想越着急。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凯瑟琳已经近乎疯狂了。她闯出家门，走上街头，路边正好停着一个小汽车，这小汽车上啊是一个女司机。凯瑟琳一看，赶紧把这车拦住，就钻进车里，然后突然掏出一把刀，一刀把这女司机的脸就给拉破了，并且威胁她，你得开车带着我去昆士兰去找我丈夫凯利特。这女司机哪见过这场面啊，吓坏了，
赶紧只能让他先上车，然后先开着。这开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啊，这女司机也镇定下来了，赶紧编了个理由说这车啊没油了，需要到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呢去加油。那么就是靠着这个机会，女司机到了加油站停车之后赶紧逃跑了，然后他就报了警。报警以后，警察赶到加油站，把这凯瑟琳又给逮捕了，并且这次把他送到了一个精神病院。但是到了精神病院啊，这医院的护士们对这凯瑟琳也都是敬而远之，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危险了。这凯瑟琳在医院里边经常对护士说，说自己当时啊，本来打算把这个加油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也给杀死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人曾经帮自己的丈夫修过车，如果他当时没给修车，这车没修好，那丈夫也不会开车离开自己了。而且这凯瑟琳还说，说一旦说让我到了昆士兰，我要把凯利特还有凯利特的一家子，他妈妈他爹都给杀死。说这些疯狂又荒唐的想法让当时的这些护士们也感到非常害怕。但是好在凯瑟琳当时已经被医院控制住了，应该不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儿。咱们中国老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警察后来对这个情况啊也感觉挺没办法，就找到了她的丈夫凯利特，并且把这凯瑟琳的情况跟凯利特大概说了一下。凯利特一琢磨呢，这媳妇变成这个样，自己确实也有责任啊，不该说直接一走了之，对孩子也是不好的。于是呢，他就从老家搬回了阿伯丁，到这个精神病院里边天天去照顾凯瑟琳。这凯瑟琳呢，在他的照顾之下呀，可能也是良心发现吧，渐渐的心也软了，这情绪呢也渐渐的稳定下来了，俩人关系呢逐渐的他还缓和了。后来八个月以后，医生认为这凯瑟琳没事了，可以出院了，所以俩人之后一起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这两口子算是还行，又一起过了八年的时间。但是这八年时间呢，也不是说一帆风顺，还是坎坎坷坷，这凯瑟琳这个暴力的毛病啊还是偶有发生。最后在1984年，这凯利特感觉俩人实在是过不到一块啊，所以在84年这一年他们终于是离婚了。这凯瑟琳的第一段感情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暴力的性情可以说已经展露无遗了。在凯瑟琳和凯利特离婚之前不久，这凯瑟琳在一家屠宰场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儿当屠宰工。啊，这下呢可以说好了，这凯瑟琳发现啊自己对切肉、宰牛、宰猪什么的好像非常感兴趣，有那么一种狂热的感觉，似乎正好是迎合了他的这个暴力的欲望。而且因为干得非常卖力，很快他就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屠刀，他把这把刀视若珍宝，甚至睡觉的时候都要把这刀呢挂在床头。为什么呀？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随时随地把它拿下来用了。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工作，给他后来的那些残忍的行为埋下了一个伏笔。说在跟第一任丈夫离婚两年之后，到了1986年，这一年他遇到了一个38岁的矿工，这个人叫大卫·桑德斯啊，这个人也就是他后来的第二任丈夫。这次呢跟上一次一样，俩人也是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但是呢桑德斯不知道啊，他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凯瑟琳竟然是个这样的人。俩人的生活呢非常不愉快，就在结婚两个月以后，凯瑟琳有一天就当着桑德斯的面把这桑德斯养的一个宠物狗给割喉杀害了。这个行为当时让桑德斯是又生气
又恐惧，他无法理解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1989年两个人的女儿出生了，但是这俩人之间的矛盾呢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最后终于凯瑟琳对桑德斯也出手了，在一次争吵当中，他先是用一根铁棍生生地戳伤了桑德斯的脸，之后又把剪刀直接捅进了桑德斯的肚子，桑德斯是肚破长流啊。后来不用想啊，好家伙，都给开膛了，这桑德斯只能是赶紧跟他离婚，而这段感情很快这也就宣告结束了。在桑德斯离开之后，凯瑟琳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再遇到新的男人，一直到了1995年。这一年，凯瑟琳认识了在阿伯丁当矿工的约翰·普莱斯，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遇害的男子。几乎是一瞬间，凯瑟琳就俘获了约翰的心，而约翰他也是有口皆碑的好男人，虽然说他之前也离过一次婚，并且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个人相爱。所以很快在95年当年，这俩人就同居了。这个约翰的孩子呢也都非常喜欢凯瑟琳啊，经常一块玩。而在那段时间当中，凯瑟琳也的确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暴力倾向，就像是一个贤妻良母。但谁知道这时间一长，凯瑟琳开始出现变化了，她逐渐的变得疑神疑鬼，不停的给约翰挑刺儿，经常怀疑他是不是出轨了等等等等。在1998年的一天，俩人大吵了一架。为什么呢？因为此时他们俩已经同居了3年了，凯瑟琳希望约翰向自己求婚，尽快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是呢，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约翰渐渐的也发现了凯瑟琳这姑娘啊，好像并没有当初他感觉的那么好，好像脾气不太好，还经常的怀疑自己。所以说约翰当时没同意，他拒绝了。这件事儿让凯瑟琳非常的生气，于是呢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啊，他就偷偷的录下了约翰说过的要盗窃公司财务的一些话，并且把这份录音交给了约翰的老板。那后果不用想了，不出几天时间，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了，说这约翰要偷公司东西啊。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凯瑟琳设下的一个圈套。真实情况是，约翰并没有从公司偷走任何东西，他的确从公司往家拿了一些东西，但是他拿的都是公司仓库里面剩下的不用的废弃的物品。而凯瑟琳当时在录音的时候，他故意是断章取义，让人们以为这约翰真的是偷了公司的财产。那老板肯定不知情啊，他听信了凯瑟琳的谎言，所以就这样约翰被迫离开了他工作了17年的公司。而约翰也非常生气，一怒之下他把凯瑟琳赶出了家门。自此之后又过了几个月，可能俩人心情都平复了，所以说俩人又复合了。但这次复合约翰提了一个条件，复合可以，但是不能再同居了，必须分开住。但这个要求遭到了凯瑟琳的拒绝，这俩人也没少因为这件事吵架，除了动嘴，他们甚至还经常的动手。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对抗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甚至在一次争吵的时候，凯瑟琳用刀划伤了约翰的胸口，并且多次扬言说要杀掉约翰。这三天两头光这么说，光动刀动枪的，换谁也害怕。所以渐渐的约翰他也坐不住了，出于安全起见，
约翰向法院申请了限制令，禁止凯瑟琳和自己以及孩子见面。但是呢，谁都没想到，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给约翰招来了杀身之祸。至于说后面凯瑟琳又干了什么，他是如何把约翰杀害的，他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呢？会变成女版汉尼拔呢？在上回我们说到，凯瑟琳她毁掉了前两段婚姻生活，因为她实在是暴力成性，连男人都受不了。那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三任丈夫，叫约翰，但是凯瑟琳仍然本性难改，这也让约翰饱受折磨，甚至因此丢掉了工作。其实事到如今，约翰已经发现自己错了，他当初不该不听朋友的劝告，非要跟凯瑟琳在一起。但是现在才发现凯瑟琳的真面目，可以说已经晚了。他甚至曾经在上班的时候，开玩笑似的对同事说，说如果哪天我没来上班，那肯定是被凯瑟琳给杀掉了。但没想到，这种不吉利的话，竟然一语成谶了。其实在被之前的老板解雇以后，约翰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新的不错的工作。但是就在2000年2月29号这天，约翰没去上班。这让老板感觉很奇怪啊，也没请假，为什么突然就不来了呢？于是老板派了一个同事去约翰家里看看。那同事来到约翰家门口之后啊，就发现这约翰的车停在路边没有开走，车上也没人，他就猜测约翰肯定是睡过头了，于是呢打算按门铃把他叫醒。但是同事走近之后呢，却发现这门口渗出来一片发黑的血迹。这同事一看，哎呦，有可能出事了，于是赶紧就报了警。十分钟之后，警方来到了约翰家门前，在确认了血迹之后，警方决定破门而入。进到屋里来，发现这屋子里是一片狼藉，地上黏黏的全是血迹，在厨房的桌子上还躺着一具没有皮肤、没有头、四肢残缺不全的男性尸体，样子非常吓人。这整个场景可以说这就是人间炼狱啊，就跟恐怖片的拍摄现场似的，连警方看的都是连连作呕。他们忍住胃里的翻江倒海继续前进，很快在客厅里面，他们看到了倒地不醒的凯瑟琳，凯瑟琳身上全是血，而在面前的桌子上还有三个盘子，盘子上写着孩子的名字。直到这个时候，警方才想明白，原来这顿饭是凯瑟琳给约翰的孩子们做的，而这顿饭的食材就是他们的父亲约翰了。凯瑟琳随即被送往医院，医生诊断发现她晕倒的原因是因为吞服了过量避孕药，在打了一针之后，很快他就恢复了意识，然后警方就开始了对他的审讯。不过意料之外的是，审讯过程非常顺利，凯瑟琳很配合，也很坦然地承认是自己杀了约翰。除此之外，他甚至还向警方说了很多作案细节。怎么回事呢？原来在2月28号，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晚上，因为不想跟约翰分开，所以凯瑟琳他就来到了约翰家门前。而这次呢，他故意把自己伪装得楚楚可怜，委曲求全着想要跟约翰复合。同时凯瑟琳还不忘了利用自己的肉体勾起约翰的性欲，在门前他是连连搔首弄姿，并且告诉约翰自己买了新的情趣内衣。这约翰本来心就软，再加上凯瑟琳在这肉体诱惑，所以这次呢他又妥协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啊，这一次凯瑟琳他是有备而来啊。当天晚上他们翻云覆雨的做了很多次，直到把约翰睡得全身乏力昏昏大睡之后，凯瑟琳拿出了他的那把切肉刀，疯狂地砍向了约翰。两刀下去，约翰被疼痛惊醒，想要逃跑，但是很快又被凯瑟琳追上了，最终在门口被他乱刀砍死，因此那些血迹流到了门外，得以被同事发现。而凯瑟琳之所以服用大量避孕药，现在这答案也出来了，因为当天晚上他们做了很多次。但在这大伙儿也别忘了，这凯瑟琳他可是在屠宰场上班啊，说起屠宰解剖那可是他的专长。那面对这样的一位屠宰专家，约翰被活活砍了37刀，下刀的部位遍布全身，而且几乎都是对着重要的器官，所以说这不死也难了。根据凯瑟琳交代，在约翰死后的几个小时，他就用准备好的好几种刀具剥下了约翰的皮，把皮挂在了门框上，然后他把约翰的头砍下来扔进汤锅里煲成了汤，之后又把约翰的身体大卸八块，和土豆、南瓜、西葫芦、卷心菜等等一起烹饪做熟，摆在了餐桌上。摆好之后，凯瑟琳还在约翰的照片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时间让你回来了，你罪有应得，因为你强暴了我的女儿。他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咱们猛一看啊，可能摸不着头脑。其实呢，他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凯瑟琳声称他之所以杀掉约翰，是因为约翰这个人他强暴了自己的女儿，他是为了复仇才这么做的。但是警方经过调查呢，发现凯瑟琳在说谎，约翰并没有跟他的女儿接触过，何谈强暴他女儿呢？而且在之前的很多起事件当中，凯瑟琳总是靠着楚楚可怜的伪装和那些花言巧语骗取警方的同情和信任，警察们都听腻了。而且警方的调查也显示，在现场有大量的凯瑟琳杀人的证据，所以说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无法狡辩了，而最终他也终于认罪了。作为一名杀人犯，这个凯瑟琳他显然存在着精神方面的问题。不过澳大利亚著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米尔顿博士在研究之后认为，这凯瑟琳呢，虽然说啊他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呢他很清楚的知道案发的时候自己都在干什么，所以说不能把他当作精神病人看待，要走正常人的审判程序。所以最终2001年10月15号，凯瑟琳被判犯有故意杀人罪，但是庭审现场的凯瑟琳依然是不知悔改，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没错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所有人的不满，甚至当时在场上连他的律师团都不愿意再帮他了，当场放弃了。而最终，凯瑟琳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也因此成为了澳洲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女人。那么到这儿，这位女版汉尼拔的故事也就说完了。但是在听这个故事的同时，我们肯定会思考，这个凯瑟琳她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一切的根源在于她的童年。凯瑟琳的童年并不快乐，她是父母生下的两个双胞胎女儿之一，除此之外她还有六个兄弟，她的家庭不难发现非常庞大。在凯瑟琳的童年生活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是成年人的性，一个是来自成年人的拳头。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喝完酒之后就会耍酒疯，
然后就会殴打并且强暴他的母亲，有时候一天甚至会强暴十次之多。也因此他的母亲经常会给孩子们灌输一种思想，说男人都是坏蛋啊，全部都该死。除此之外，母亲还经常会把父亲强暴他的细节告诉当时年幼的凯瑟琳，还会跟凯瑟琳抱怨说自己对于这种床上的事情已经厌倦的不行了。而不仅如此，凯瑟琳还经常会遭到父母和哥哥们的虐待和殴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11岁以后。所以不难发现，他的童年经历跟很多的杀人犯的境遇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此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之下，凯瑟琳从小学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强的暴力倾向，他经常会对低年级的学生拳脚相加。而高中之后，他的暴力行为也开始愈演愈烈，甚至有一次他用一根棍子把一个男同学给打进了医院里面，还有一次甚至对老师大打出手。所以说这个凯瑟琳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年啊，跟男生发生肢体冲突那是家常便饭。不过呢，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把他当成威胁，只是觉得这个人啊，可能是有点皮，不是什么好孩子，也没有人思考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后来15岁以后，凯瑟琳离开学校到一家服装厂做了裁剪工，但是没干几年他离开了，然后他就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大卫·凯利特。而他残忍的虐待亲夫的故事可以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正式的拉开了序幕。另外需要说的是，在和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前，他找到了一份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份屠宰场的工作。而那个时候他只有18岁，他的职责是给猪砍头。凯瑟琳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因为他除了做完自己的分内工作之外，给猪砍完头之外，还经常会到生产线上去看猪是怎么被割喉的。而他的同事还说，没有一只猪被割喉，这个凯瑟琳就会表现得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啊，实在是不太正常。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推测，后来他把第二任丈夫的宠物狗给割喉了，有可能就是为了练习自己的这个割喉技术。那么也就是从这份工作开始，凯瑟琳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屠刀。前面也说了，在家的时候他甚至经常把这刀挂在床头，理由是如果自己需要挂在这儿随时都可以用。甚至直到被监禁之前，他还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如果不是监狱里不让，可能他还会这么做。那么综上所述，正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家庭的混乱以及家人带给凯瑟琳身体和心理上的这种虐待，才让他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变态凶残的暴力的女版汉尼拔。我们讲过无数起的变态杀人犯的案例，但是他们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而且难以动摇的。在做好准备之前，不要让你的孩子轻易来到这个并不安宁的世界上。咱们今天呢，来说这么一桩陈年旧案，也是一个挺让人感慨的案子啊，发生在40多年前的虐待老人案。这案子发生在哪儿呢？山东省阳信县。阳信县呢，隶属于山东省滨州市。在1980年6月11号的时候，这阳信县呢有一个公社叫刘坡屋公社，那个年代还不是镇呢，都叫公社啊。刘坡屋公社的村民就发现79岁的老人郭树林
死在自己家的驴棚里边了。哎呦，要说起来，那个死相真是惨呐！这老人的尸体啊，眼窝子都陷进去了，俩腮帮子也都是凹进去的，整个人呢，那就是皮包骨头，甚至那肉皮一看呢，都有点像是蜡纸了。这老人呢，仰脸躺在一个带窟窿的破门板子上，浑身上下是一丝布料也没有啊。为什么说躺在一个带窟窿的门板上的那窟窿是干嘛的呢？那窟窿啊，就是让这老人大小便的。死者生前就不能动弹了，大小便不能自理了。那个窟窿呢，就是平时大伙吃饭的时候那个饭碗大小啊，就位于臀部位置。那么大便的时候，这排泄物就会顺着窟窿落在地上。不过这玩意儿你得有人清理呀、啊。这老人呢，就这么着天天在这排泄大小便，也一直没有人清理，那粪便呐、啊，堆的都跟山头似的了，都冒上去了，苍蝇啊，各种各样的虫子呀，绕着这儿乌泱泱的飞呀。一个将近80岁的老人呐、啊，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呢？村民们都说呀，嘿，要说起来，这老郭呀，就是让他儿子郭俊荣害死的。说起来，他这儿子不是亲生儿子，而是继子。这老郭呢，年轻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一直打光棍，直到50岁那年，别人撮合着才找了一个寡妇。这寡妇呢，是之前的丈夫死了，把这寡妇娶进门来，反正就搭伙过日子呗。这寡妇啊，带着一个孩子，10岁的一男孩，一块嫁过来的。娘儿俩进了老郭家的家门，自然而然的，这个男孩呢，就成了老郭的儿子，这就是郭俊荣。当时老郭呀，提了一要求啊，就你跟过来一块生活没问题，但是你得改姓，得随着我姓郭。俩人毕竟没有血缘关系啊，父子俩的关系呢一直也就不好。这郭俊荣啊，虽然从小到大喊的倒是挺客气啊，挺亲，一声一声的喊着爹，但是只要郭树林不在眼巴前的时候，这郭俊荣什么时候称呼继父，什么时候是那个老绝户啊，一口一个老绝户。他呀，不止一回的当着外人的面就诅咒啊，说这老绝户他们以后不得好死。就这样凑凑活活的日子吧，一直过到了75年。这一年呢，他们家出了一件大事儿，郭俊荣他妈，就这老郭的这媳妇儿，得病了，死了。丧事办完了，这父子俩原本就不和睦啊，关系就不好啊，但之前毕竟有这么一个老娘在那儿作为一个维系，现在这老娘都没了，俩人这关系更僵了。过了不久，这老郭家呢盖了新房子，这郭俊荣啊就提出来咱们分家吧。郭树林知道这事儿你也拦不住啊，毕竟这不是亲儿子呀。这么着，郭俊荣两口子搬到了新房，郭树林呢还住在老房子里。要说起来，尽管这老郭平时说话不中听啊，但是呢他对这郭俊荣还真不错，从小到大都是老郭养起来的呀，包括郭俊荣娶媳妇盖房子的钱也都是老郭给出的。照理说，那郭俊荣你应该好好孝敬老郭呀，但是就这么着把这老郭呀一个人扔在老宅里边不管不问了。好些个村民们呢也都指指点点的，有的呀人家是热心肠的，也劝劝郭俊荣，俊荣啊，你不能这么对你爹呀，啊，哪怕不是亲爹，从小把你养到大，又给你盖房子又给你娶媳妇的，你怎么能不管他呢？郭俊荣哪搭这茬啊，嘿，你再劝吧，再劝郭俊荣就得跟你吵架。
等于分了家之后，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郭俊荣每天下地干活，其实来来回回的都会路过老郭家门口，但是从来不进去看上个一眼半眼的。时间到了1978年，这年三月份，这老郭呢，不小心摔了一跤，毕竟岁数大了呀，70好几的人了。这老年人呢，最怕的就是摔跤，骨头都脆了，所以这一跤啊，导致左腿骨折，就失去自理能力了。你这腿折了起不来，那怎么能照顾自己啊？所以这村干部一看，这也不行啊，还是得找郭俊荣啊，啊，他不管，这老郭还怎么活呀？这么着找到了郭俊荣，好说歹说的，俊荣，你啊必须要尽起来赡养老人的义务了啊。郭俊荣一开始不听这个，村干部后来呢也说了狠话了，这是你作为一个儿子必须要担的责任，你要是不同意，我们这一关你就过不了，你要是再不同意，法律上也不允许你这么干。郭俊荣这时候尽管心里边不痛快，但是也不敢不听话了，这再惹出来什么麻烦的。于是啊，别别扭扭的找人过来把老郭呢就挪到了新房。照理说这老郭现在这么可怜，你也就是给他擦擦洗洗，照顾吃照顾喝就得了呗，就跟他小时候照顾你不一样吗？但这郭俊荣啊也真是让人气得牙根痒痒。到了第二天，自己做主把他继父老郭所有的财产变卖一空，全都卖了。这时候村民们都看不过去啊，就问他呀，哎，我说俊荣，你怎么把老郭东西都卖了呀？嘿，这郭俊荣振振有词，那当然了，不卖怎么办呢？啊，他在我那儿养病，我不得管他吃管他喝呀，我不卖他东西，我往哪儿弄钱给他吃喝呀？郭俊荣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人，大伙呢也做不通他的工作。后来大伙一合计，说半天也没用，得了吧，咱也甭说了，也甭管闲事了，就让他折腾去吧。老郭呀，自从到了郭俊荣家，哎呦，这受苦的日子可就来了。过了没几天，这郭俊荣呢就嫌老郭邋遢，饭量又大，就开始虐待老郭。从1978年到1980年两年的时间，基本上不给老郭吃顿饱饭，甚至干得更没人性的事儿啊。我说老东西，老绝户，你他妈这不瘸了一条腿吗？正好啊，你上街要钱去啊，人看见你得可怜你啊，啊，你不挣点钱，凭什么让我给你吃给你喝的呀？这老郭呢也没办法啊，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个继子啊，你离开他吧，自己还真没法生活。于是啊，也就只能是那样，拖着那条瘸着的腿到街上，可怜兮兮的四处跟人伸手乞讨。好些个人又看不下去了，原来说不管他们家闲事儿了，但怎么出了这么个不懂人事的玩意儿呢？就又问这郭俊荣，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哦，从小他把你养到大，你现在这么虐待他呀？一开始啊，郭俊荣还跟原来一样，嗨，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理人们这茬。可时间久了，大伙都议论纷纷，甚至都戳他郭俊荣的后脊梁骨，他也觉得这脸上挂不住，得了吧，那就别出去乞讨去了吧，不过在家里边啊，哼，我让你日子好过不了。这郭俊荣又会怎么泯灭人性的对待老郭呢？上期节目咱们说了，这年长日久的，大伙都戳郭俊荣的后脊梁骨啊，你让那么一个残疾的老爹出去跟人乞讨去，这像话吗？后来这郭俊荣一看，得了吧，别去了，但是你在家里边，我也让你这日子好过不了。他们呢有一小屋啊，特别阴暗，特别潮湿，刮风的时候漏风，下雨的时候漏雨。这小屋平时呢也就是堆堆杂物，从此就把这老郭扔到这小屋里了，
把那门啊咔嚓一锁，可就不许老郭出门了。那吃饭怎么办呢？窗户那儿啊有一个窗户洞，每次到了吃饭的点儿，就把一些剩饭剩菜啊顺着这窗户洞啊就给它扔进去。至于吃得饱吃不饱那不管，没个吃得饱，哪怕就这点咸菜条子啊，就这点剩饭也舍不得多给。这日子长了，那小屋里边可是彻底进不去人了，老郭出不来，拉尿都得在这屋里边。哎呦，不光是苍蝇蚊子呀，狮子跳蚤都出来了呀，这老郭哪儿受得了这日子呀，蹲监狱都没这么难受啊。于是扒着那窗户啊就在那大喊大叫啊，反正老郭也下决心了，你不给我放出来，我就一直喊一直叫，我让你们这两口子也别过安生日子了。这郭俊荣啊确实日子久了，让老郭在那儿吵的也心烦。他心烦不是说想着把老郭接出来吧，梳洗干净了啊，踏踏实实以后过日子吧，不是，而是家里边不是有那种赶牲口的鞭子吗？过去在农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抄起来这鞭子，左一鞭子右一鞭子的，就在那儿抽老郭呀，一边抽着一边还在那儿骂他呢，老绝活，你他妈再敢乱叫，我活活的打死你。由于长期的遭受这种虐待，老郭呀这身体已经虚弱的都不行了，皮包骨头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别说瘸条腿了，哪怕那腿没瘸，现在是也下不了地了，因为动弹不了啊，只能是躺着呀，这后背上啊长满了褥疮。郭俊荣呢也不管，哪怕那小屋里边的屎尿的啊都不带清理的，老人说实话这就是在熬日子呀。一直到了80年6月初的时候，老郭呀眼睛里边都没神了，就总感觉恍恍惚惚的，说话呢也含糊不清。郭俊荣一看还跟媳妇儿说呢，这老东西快他妈要到日子了啊，不光不找人给这老人治病，反而认为啊这老东西他妈回头死咱新家里边，这多不吉利啊，得了吧，还给他挪回他那老破房子里边去吧。可是啊那老宅啊三间破房子早就年久失修，早就让雨水给冲塌了，没有能住人的屋了，稍微完整一点的就是他家的驴棚，原来啊拴驴用的。于是郭俊荣也想了一法，用砖头啊把这门板给搭上，在门板上呢挖了个窟窿，把这老郭放在那门板上，天天呢就弄点小米粥过来啊，给老郭往边上这么一蹲，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喝拉倒，那些排泄物啊屎啊尿啊就堆在门板下边，实在是太多了的时候就用铁锹稍微铲点土盖上一下，到后来呀连这土都懒得铲了，这郭俊荣也感觉太恶心了，不管了，你就在那儿招苍蝇去吧。郭俊荣对这老郭不好，郭俊荣他老婆呀嘿跟郭俊荣一样，要不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呢，这郭俊荣的老婆对老人那也是不管不问。6月15号那天的时候，郭俊荣的老婆呀这一天也是心烦的都不行了，他呢跟郭俊荣吵了一架，哎俊荣弄那么个老不死的，一天天的还在那儿赖着活着呢，太麻烦了，他怎么还不死啊？哎我说郭俊荣啊，我不管你想什么法子，你得把那老不死的给打发了，他再不死我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甭管他老婆说的是气话还是真心话，反正这郭俊荣啊是当真了。别看对自己的这个继父是不管不问，对自己这媳妇儿那真是言听计从啊。他呢这天下午就来到了这老郭老宅的这驴棚这儿。老郭不是还躺在门板上了吗？
那时候啊，老郭基本上已经没人样了，他呢就又在这骂了几句老郭，然后啊拿过来一条毛巾，浸了一点水，就盖在了老郭的脸上，然后就回了家了。这等于是把老郭活活憋死啊。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估摸着也该咽气了吧，于是起身又回到了驴棚。嘿，没死，毛巾掉门板下边了。于是啊，把这毛巾捡起来，又用水浸透了，又盖在老郭脸上了。为保险起见，还又找了两块破布，也都拿水浸透了，压在毛巾上。本来想着这回万无一失了吧，肯定得闷死他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又回来了，还没死呢。这时候他就听见老郭这喉咙里边啊，在那儿呜呜哇哇的特别沉闷的那种声音啊。天也黑了，郭俊荣也害怕呀啊。本来想着算了吧，就别弄死他了，让他活，他活不了几天了。但再一想，不行啊，我不弄死他，我媳妇儿跟我没完呢。干脆又从破棉被里边把那棉絮给抽出来，都用水浸透了，就塞进了老郭的嘴里和鼻子里，然后再把浸湿的毛巾和破布盖在老郭脸上，这么着一定得死透了吧。回到家之后，踏踏实实睡了一觉，转过天来早上回到这驴棚，终于看到这老郭呀已经咽气了，然后呢把毛巾破布棉絮都扔了，假装没事人似的拿着镰刀下地干活。平时这老郭过得可怜，好些个乡里乡亲的都感觉老郭也吃不了顿饱饭，得了吧，咱们也帮衬帮衬吧，所以平时呢也会端着粥碗过来给他喂几口粥啊，给他弄点吃的呀。六月十七号这天，有村民端着碗过来准备喂他几口粥，到了驴棚在这一看，哎呀，老郭呀人都硬了，这才赶紧找村干部报信儿。村民们听说之后可都赶过来了，一看见老郭这个惨样，再一想郭俊荣干的那不是人的事儿，都在那儿嚷嚷着不行，非得揍这郭俊荣不行，非得打死他不行。郭俊荣也意识到村民们这回是要来争格的了，真是把民愤给激起来了呀，吓得这郭俊荣撒腿就跑啊，还没跑两步呢，让村民把他给追回来，当场啊拳打脚踢一顿，把他打得跟踩过似的。这要不是村干部怕出大事拦住这些村民，就当时那些村民非得活活把这郭俊荣打死不行。最终这事儿啊报到了公安部门，案件审理呢也出了结果，郭俊荣两口子对于虐待老人、残害老人的罪过也供认不讳。但是那个年代啊，刑侦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啊这郭俊荣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老郭的死亡，所以这俩人呢，就这两口子分别因为虐待老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和3年有期徒刑。现如今呢，大伙生活条件都好了，像这个样子虐待老人的情况在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不孝子孙仍然比比皆是，大伙虐待老人啊，大伙不赡养老人的情况依然不少，甚至还有了不少新的花样。那么您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类虐待老人、不顾老人死活的例子呢？也不妨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行了，这个案子就说到这儿，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